我可是万一把事情乱拉扯大的，我们结婚之后得把公司卡交给我妈。交给你妈，嫁给我，你一定要做到一个尽妻子责任，至少要给我生三个孩子，里边必须要有男孩。那我建议您出门左拐去朱长城的墓。我没事没房，以后这个房子我得过去。那要不要把墓地换了？至少要给我生三个孩子。谢欣，你那边相亲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一个胖的都快抵得上两个我了。一个让我跟母猪比生育能力，还有一个让我把墓地先过继给他。妈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差劲吗？只配得上这些人？那你总不能不结婚吧？过两年你就三十了，到那时候更不好找了。反正我不管啊，你今天必须得选一个，要不然你别认我这个妈。路过，男友租赁了，专业演员，安全可靠。我明天就给你带一个回去。喂，老板，我想租一个男朋友。什么？顾总，别这么冷漠嘛，我可是你母亲介绍的人啊。穿西装的男人是他？哎呀，头好晕。不好，帅哥，只要你愿意跟我走，这个美女出多少钱我都愿意出双倍。哪里来的疯女人，给我滚！帅哥，你选我，送我男朋友两天，不，一天就一天，拜托，就凭你，你也配？什么配不配的？大家都是客户，你有什么可高傲的？帅哥，我可是跟你们老板说好的，你要优先接我这单。苏一日男友。有意思，还不走？小姐，是你花双倍价格勾搭我吗？我是这个西装男，莫名其妙。哎，小姐，价格好商量呀。那个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舒心。我叫顾明秋。你长这么帅，还需要出来做一日男友啊？是很缺钱吗？算是吧。那你还挺不容易的啊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帮我假扮两天的男朋友，然后我出双倍工资，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明天，我有场亲戚的聚会。你表姐啊，把十点改到晚上八点了，记住了啊，玲珑轩十三号包房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今天必须得把那高富帅给我骗来出场子。知道了，你什么骗不骗的，你别瞎说。挂了。看来我的工作要提前到今天了。你放心，工资我会照常付给你的。那我先去付一下账单，还是我来吧。我是雇主，当然得由我来买单。而且你赚钱也不容易，哎，你去门口等我就好了。走。
顾总，您相亲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对了，一会儿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只管说好，不准吵，知道吗？一杯咖啡200块，他不是缺钱吗？怎么还喝这么贵的咖啡啊？帅哥，豪车和司机？等一下啊，这车我不会租的啊，我拒绝捆绑销售。捆绑销售？哎，放心吧，这车啊不用你付钱，都是预送的，免费的。那就请我小姐上车吧。我想剧本啊，你是一个今年30岁人富户，通过一见钟情追了我3年，年入100万，上市公司的经理，然后公司名就叫做寰宇集团吧。寰宇这么有名的公司啊，今晚你可是顾家的掌权人，我们要是快说是会露馅的。没事，我老板认识。啊，是你前期的客户，看不出来啊，那你挺厉害的，帅哥，这可是上市集团老板。那你长这么帅，你没趁机把他给打一下，再去争斗一下。小姐，这个……妈，这不会是七号给我的惊喜吧？哇，怎么这么破费啊！舒心，怎么？怎么不可能啊，表姐？就你这穷酸样，还能开得起奔驰？是不是为了撑脸面租的车呀？胡说什么呢？这就是我男朋友的车，他是寰宇集团的年收入上百万。你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呀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舅妈，你之前不是一直希望我带男朋友过来吗？我不带来是因为表姐之前孤家寡人的，我怕她形象难看。现在她终于找到男朋友了，我也就不用委屈她对我存证。我追欣欣3年多了，感谢舅妈和表姐，不然我也没有机会成。说谎都说的那么真诚，我都差点信了。哎呀，这突然间又觉得男朋友一看就有问题，没做事就不值。秋梅，你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。这是女婿吧？哎呀，不错不错，走，我们先进包房。叫明修是吧？快坐快坐。这不就是寰宇的一个小破经理吗？还把他当个宝似的。我女婿啊，可是魏业集团的负责人，每个月收入起码上1000万，掉钱眼里了吧？人品，人品最重要。你那个好女婿一直说上门见家长，这时间都改了3次了，也没露面，这人品真不可靠。他该不会是不想和表姐结婚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老公实在太忙了。就是，肯定是我老公来了。等，我女婿马上就来了。走走走，舒心，你还没死，你还没死。欣欣，欣欣，你怎么了？欣欣，舒心，叫你妈死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欣欣，欣欣，你怎么了？那我头好痛，脑子里闪过了好多画面。舒没事了吗？医生，欣欣到底怎么了？这又犯病了呀，小伙子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他呀这儿有问题，我劝你赶快甩他，赶紧走吧。刘门，你再胡说一句，你就撕烂你的嘴。妈，我想起来了，他高中的时候霸
凌过我，是他。什么？就是他，高中的时候欺负你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干嘛呀？哎，妈，你干什么？妈，忘了。是我干的，谁让他这么喜欢故意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他的床照在学校可是贴的满大街都是。哦，校服都没把他摔死，真是命啊！哦，怪不得舒心突然转学，说自己抑郁失忆，这不是为了隐瞒真相吧？我们走吧，以后别再弄脏东西。站住！你舒心道歉。你算哪根葱？你敢跟我叫板？那就算了，魏乔是我以前曾经的人，你只是我最爱的人，你没必要为了我去得罪他的。放心，我会出洋。哎，魏同学，这个人应该是跟你集团的亲。关羽。关羽我熟的，我怎么没见过这么一号年轻人？你该不会是撒谎往里贴金吧？啊？哈哈，你没见过，说明级别不够，放得太低了。说什么？魏家马上要和环宇集团合作一个大项目，回头让环宇开除你，开除？我看你还没有死。看这些东西，魏家的传统，谁资格跟环宇合作？你他妈说什么？弄死你！不要！少爷，环宇撤销合约，终止合作了，你赶快回公司吧。什么？舒心，你表姐这个公司要是黄了，你饶不了我们！你去！我说了，我会处理好。你怎么知道环宇集团会给魏启浩打电话呀？你忘了，我跟环宇老板认识，这都是内部消息，你可别乱传。好，今天谢谢你，明秀。今天幸好有你在，要不然我们舒心又要被欺负了。那个魏启浩说的话，你可千万别信。我们欣欣啊，还是黄花大闺女。连恋爱都没有谈过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妈，我高中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。想不起来就不想啊。欣欣，以前的坏事忘了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嗯。你这个女婿啊，认定了。择日啊，不如撞日。你们呀，明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都28了，还不结婚呀？明修这么好的人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那你也不能逼我们呀，我们才刚确定关系呢。我觉得妈说的对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明天我们就去领证。我顺子结婚了。我们这儿是提供新婚服务，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帮你讲结果。好，那我就办一个假结婚礼。嗯？现在行婚还需要去民政局领证，是不是有点太正规了呀？对了，你现在和我结婚了，那你还方便去给别人扮演男朋友吗？那当然不方便了，所以啊，我只能直接带你出去。啊，那你这牺牲有点太大了。那我这样吧，我给你再出10万块钱作为补偿，然后托人帮你找份工作，怎么样？你要给我10万块？
你嫌少啊？这可是我全部的积蓄了。没有。那就行。来来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结婚了！哎呀，老头子呀，你女儿终于嫁出去了。你在天上啊，一定要保佑她幸福。走，回家，我给你俩呀准备了惊喜。门已经锁了，你们两个没圆房啊，不许出门。你这我今天打地铺吧。别，那个你是被我连累的，我打地铺吧。你妈在外面看着呢。什么？哇，他好帅啊！刚刚幸好你反应过来，我妈又在偷看。该死，没完了是吧？我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或许你会叫床吗？我男人一般都不叫床吗？今晚要是不把我妈打发走了，咱俩以后谁都别想好过。来，快叫！想想我给你开的工资。快叫我！啊啊啊！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啊啊啊！你也叫啊？啊啊啊啊 ！Stop！ 我妈好像。我去打地铺。我帮你吧。睡觉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。我怎么在床上啊？早上好啊。我早上怎么跑床上来了？是我抱你上床的。昨晚我睡在地上。你这么高，你打地铺岂不是太委屈了？没事了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就是啊，这肩膀疼。那不行，你今天晚上得睡床上来。我可是不会让你睡在地上的。那睡哪儿啊？总不能我们两个都睡床上吧？如果这是雇主的意思，我也可以配合呀。那个，我先去上班了。
王主编，这是财经专家孟教授的采访稿。主编，这是你们家的，工作有什么前途呀？不如跟了我，也算有个依靠。王主编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请自重。你这天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工作，你要是结婚了，我能不知道？你要找借口，你也给我找个好一点的。你只是我的领导，工作之外的事情你无权干涉。你好，既然你这么硬气，你就去给我采访环宇的继承人小顾总。要是采访不到，给我滚出公司。环宇集团的小顾总，他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，而且明确表示过拒绝接受任何采访，我怎么可能采访到他？就是在以权谋私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想做也可以。要不你陪我睡一晚，我就放过你。好，我去采访环宇的继承人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你跪着求我睡。下面由我为大家讲解一下华宇集团目前的详细状况。你们继续开会。小顾总什么时候结婚了？在忙吗？啊，我在开会。你们这种工作还需要开会啊？那个，你上次不是说你认识环宇的大老板吗？那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，让我去采访一下小顾总啊？啊，小顾总他不想在公众面前曝光，所以我也约不到他。哦，那行吧，我自己想。哎，话这么快？老板，您结婚的事儿打算什么时候跟夫人说清楚？她认定的儿媳妇可是高曼丽小姐。这事儿你先帮我瞒着，我找时间再跟我妈说清楚。好，对了。应该是高曼丽小姐的生日宴，夫人要求您务必参加。还好消息灵通，查到今天是高大小姐的生日，听说她还是喜欢。我就不相信了，这堂堂的小顾总还会不出现在自己的女朋友生日宴上。小姐竟然出来了，只要谁和她动作最亲密，谁就是小顾总。小姐，小姐，我对今天的生日宴是不满意的。瞧你这眼熟。余香。我妈让我来参加你的生日宴，我来了，任务已经完成了。现在我要走，是我的自由。他们在说什么呢？什么自由？怎么高曼丽还拉着顾明修不放呢？明修，真的不顾及我们之间的情分吗？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情分？情？他们之间还有情？明明高曼丽是顾明修之间的客户，那顾明修已经成小三了。不行，顾明修再怎么缺心，也不能自甘堕落呀！我得把他引上正路，进去再说。
小姐，出示请柬。请柬？我没带。忘带了就请回去拿。这是高小姐的生日宴，闲杂人员不得入内。好，看来我想办法行事。明修，你都相亲这么多次了，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只有我才是最适合你的妻子人选。这相亲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清楚？我妈大费周章找了一大堆女人来给我洗脑，不就是逼我娶你吗？你要是不想难堪的话，就别再纠缠了。明修，郭明修，万里，你没事吧？让你进来的。我只是很担心你啊。一条狗也配担心我？微微，听说魏齐浩和环宇的合作取消了。曼丽，求求你帮帮我哥吧，我们家真的很需要这次合作，我可以永远做你的狗。想当我狗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。不过，你算是里面最听话的一家。不就是一个亿的小项目，只要你配合我搞定顾明修，我高家也有项目给你。好，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我要借你的嘴向所有人宣布顾明修的身份，并且成为他名正言顺的未婚妻。总算是偷偷留下来了。明修到底跑到哪儿去了？他该不会碰上小顾总了吧？那完了，要是让小顾总知道他被戴了一顶绿帽子，更加有罪。他不是那天开豪车司机的演员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难道顾明修也和他在一起？您就是环越集团秦越特助吧？九阳大名，这我的名片，期待与贵集团合作。他是环宇集团特助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有事，先不聊了。哎，服务员，叫你呢，给我转过来。舒心，怎么是你？你以前成绩不是很好吗？怎么现在混得这么差了？你认识我？不记得我了？看来当年你脑子真是摔坏了，敢和我抢男人，就是这个性质。抢男人？不过魏微不在这儿，真可惜。不然呀，我一定要让他好好看看你现在这个德行。魏微。他又是谁啊？今天怎么是这样的？装什么病呀、啊？我可没时间跟你啰嗦，过来给我道歉。道歉到底怎么回事？想知道啊？你跪下来求我，就大发慈悲告诉你，高大小姐。你说话也别太过分了吧？过分？这整个酒店都是我家开的，你只是朕的服务员，我想干什么都可以。住手！堂堂高家千金，当众打人，这就是你的豪门素质？明修，你误会了，是他先辱骂我，我气不过才。你胡说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怎么可能骂你啊？欣欣根本不是那种人。你叫他什么？你这个贱人，还敢勾引明修！烂泽林，竟敢打我！高曼丽，就允许你打我，还不允许我还手了？你堂堂高大小姐，私生活能不能放干净点？大家都看着呢，别老纠缠着顾明修不放，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嫁出去。
舒心，我要杀了你！保镖，放开他！欣欣，快走！关明孝，给我回来！原来这就是小顾总的休息室啊！看不出来嘛，你胆子还挺大的呀，竟然敢带我来这儿。小顾总也姓顾，该不会你就是小顾总吧？姓顾的那么多，这小子也是。你这身西装也没个 logo， 应该不会是小顾总。幸好定制的西装没有 logo。所以小顾总应该长什么样子？哎，你说这儿会不会有他的什么照片之类的？你调查小顾总干什么？说了你也不懂，这是工作需要。照片。就像雪落满地风，吹暖暖四季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你们继续，我先不打扰了。哎，等等，舒心小姐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刚刚听说了，你是华宇集团的特助，对吧？你堂堂一个环宇集团的特助，怎么还去当一个豪车司机的演员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难道说是小顾总知道顾明秀和高曼丽的关系，派你来调查他？啊，欣欣，其实秦月他是我老板。啊？没错，对，我是顾明修的老板。你的意思是，他除了是环宇集团的特助之外，还开了家演员公司？不错，敷衍，敷衍。环宇集团的待遇那么好，你一个特助还需要搞敷衍？谁会嫌赚钱多呢？是吧？也是哈。哦，怪不得你上次说接我的豪车是免费，原来是开着老板的豪车揽生意啊。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他跑的还挺快的哈。我们还是快走吧，不然高曼丽会找我们麻烦的。他既然进来了，收不到的话，别回来见我。顾明霄，顾明霄，整个宴会厅就这么大，他的屁股消失了。你别急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后续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安排？人都没有找到，安排我这独角戏吗？整个安保人员到底在干什么？到底有没有看到顾明霄？他们，我问过了，他们说没有看到他出去。那他肯定还在这里，尽快找到顾明修。他只能是他们。找到秦月了，顾明修肯定和秦月在一起。来愣着干什么？跟我走。
得出来，你魅力还挺大的，让高曼丽都对你念念不忘。我听说高曼丽之前很喜欢去月草会包男模。你长得这么帅，你是男模吧？当然不是，是秦月找的。你老板？高曼丽真的是你之前的客户？算是吧。高曼丽的未婚夫可是环宇集团的小顾总，你老板这不是逼着你去插足别人吗？高曼丽跟小顾总根本没有关系。谁不知道高曼丽是顾家内定的少奶奶啊？这要是被小顾总知道了，你就死定了。你老板真是太缺德了。工作嘛，身不由己。我已经给了你10万了，现在我才是你的客户，你还跟着他去找别的客户。总，你该不会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吧？我跟他签经纪合同，不是违约，没天价。原来他是嫌我这10万给的少了，那我倒是要去问问他，要多少，我放你自由。西姐，找老板的事情先放一放。高曼丽在到处找我，我得想办法逃出去。你愿意帮我吗？当然，现在我是你们金主，只能和我在一起。走。要不我们翻墙？那我先翻过去，在那边接你。不用怕，有我在呢。是谁在那里？干嘛放我下来啊？你是我的金主大人，我怎么舍得让你走路呢？还是我抱着你走吧。老板既然扔下我自己跑了，那我也溜了吧。秦月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明修呢？高小姐，顾总的容忍是有限度，我劝你收起那些不该有的心思，不要再多想。顾明修，我是你妈认定的儿媳妇，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季阿姨，明修在我生日宴上跟一个女人跑了，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女人？明修能接触到的女人都是我让张秘书安排过去的，他们拿了我的钱，不可能对明修有非分之想的。张秘书，明修最近都在干什么？季总，少爷前几天去相亲了，之后确实和一名女子来往比较密切。插上毛就想变凤凰呀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曼丽，你放心，阿姨会给你主持公道的啊。去把那个勾引明秀的贱人给我找出来。来了，木头，我骄傲的母婆。疼吗？没事，我皮糙肉厚的。这创可贴，这创口贴我一直在用的。你看这可爱的图形，看着不让人觉得心情变好吗？一点小伤而已。顾明修，你是顾家的唯一继承人，你爸走得早。这么大的集团，上万人的饭碗都要我来管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对不起。你下个月就要出国了，不要让我因为这点小事儿对你失望。知道了，母亲。给你。
你别不开心了，难过的事情总会过去的。你看这个创可贴，可爱吧？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挺好的，我很喜欢。谢谢你。我。哎，悠悠。这大晚上的还不休息啊？这小年轻的还真是干柴烈火哈！有什么事儿啊？回卧室，不知道害羞吗？这小两口感情还真不错。老头子，你在天之灵保佑欣欣赶紧生一个大胖外孙。要不你还是别打地铺了，昨晚都没睡好。那总不能让你打地铺吧？这张床也够大，不然谢谢。好啊。你睡了吗？还没有。你那个合约到底要赔多少钱？现在这样也不是个办法，不然你找份工作吧，我们一起把违约金还了。要帮我赔违约金，可是你已经给了我十万。我不希望你走上歪路，而且我们现在既然是一家人了，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你的。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候，那能帮一点就是一点。你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善良。你刚刚说什么了？我说在古代这种情况是要以身相许。你也说了，那是在古代，咱们现代社会不讲究那些。我困了，晚安。早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箱挺好的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去上班了。我还真就在这寰宇大门楼下蹲着，看我不蹲到这神出鬼没的行。楚心啊，采访到小顾总了吗？主编啊，您这任务才下达几天啊，这就开始催了，能不能有点耐心？我就再给你一个星期，你要是完不成就必须乖乖听我的话。听你的，做你的白日梦去。你在哪儿啊？顾明霄，哎，顾明霄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是他带我来的啊。啊，对，
是我带顾明修来的。舒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吗？你为什么把他带来怀远？你还想把他介绍给哪个富婆吗？舒小姐，这都是误会，对，误会。误会？你还想骗我？上次就说过，怀远集团的季总是他之前的客户。还有，你把他带去高曼丽的生日宴，害他被高曼丽骚扰，这一次还想把他带过来替你卖身吗？你不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分？秦月，我知道你是他老板，但是做生意要讲究诚信的。我已经给了你十万，现在顾明修是我的人，你不能再把他介绍给其他客户。高慧茹和高曼丽马上就要到了，明修还没到吗？还没有。他就是那个不识好歹的女人吗？整整十万，你还嫌不够吗？真是最恨你们这种黑心资本家了。顾明修，你走。哎，舒小姐，这真的是误会啊。西西，你误会了，你是给我来介绍工作的。工作？真的。行吧，那我在这等你出来啊。好，你跟他上去吧，我顺便在这等一下小顾总。好。那个女人就是明修相亲的对象吗？我不是让你好好筛选几个女人，险些让明修讨厌的吗？她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的失职。和少爷相亲的女人都是婚宴机构安排的婚托，每一个人都签了协议，拿了钱。可是这个女人拿了钱竟然不认账。她拿了多少钱？每个给少爷相亲的女人，我们都给了十万。十万还不满足啊？哎，我想呀。季总，需不需要我去？等我处理完高价的事情，你带她来见我。一个小奴役而已，十万不够，那就一百万。一百万不够，那就一千万。如果他还不满足，那就让他从青城消失。季总，你在说什么女人？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哎，曼丽呢？她呀，去找明修了。那咱们先进去吧。好。顾总，夫人想要您和高家联姻，舒心小姐这边，您打算什么时候跟她说明白？我担心夫人知道了会对舒心小姐不利。有我在，她不会有事。舒心小姐只是普通家庭出身，她配不上您的身份和地位。老夫人是不会同意她嫁进顾家的。难道母亲给我安排的那些女人就合适吗？欣欣，和那些女人不一样。可是，以后不准说她一个不字。你给我记住，她是我名正言顺的顾太太，在我面前，你得叫她顾。是。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跟夫人说清楚您的身份？这是我查到的夫人资料，她好像特别讨厌资本家，要是让她知道你隐瞒身份，这事儿恐怕不好收场。我心里有数。对了，今天高家来谈合作，资料都准备好了。是。明修。秀，你怎么回来？高家的项目是你来谈？项目？什么项目啊？是季阿姨让我来商量我们订婚的事情。订婚？抱歉，我没有订婚的打算。明秀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我们只是同住在一个别墅，怎么就一起长大？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感觉。如果我之前做了有什么让你误会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是订婚，你之前明明不是这样的。那好，是因为舒心那个贱人。你给我注意你的言辞。曼丽是我高家唯一的掌上明珠，还输给一个插足的狐狸精了。难道在顾总的心里，还比不上一个酒店服务员？曼丽无论家世还是才貌都是顶级的，你怎么就不知足呢？感情外面那个相似的名段，他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
你们看中的家世财貌，在我眼里根本一文不值。我的妻子，小顾总，你不看重家世背景，那怎么会有现在的地位呢？我打拼到这么多年，才获得了今天的地位。谁的家世不好，只要我喜欢，什么背景根本不重要。什么背景都不重要。那舒心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，能让你背叛我？什么叫背叛？你别自作多情，从始至终都是你单方面的纠缠，我对你从来没有一点感觉。我警告你，你别再无理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明兄，你干什么呀？曼丽可是我认定的儿媳妇儿，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跟外面那个女人分开，有人就别惹我这个妈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你们还包办婚姻？你这么喜欢高曼，你自己娶她。季总，他这是把我们高家的脸面往地上踩。我的女儿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曼丽，跟妈回去，咱们不嫁。妈，您别这样，我的心里只有明修，除了他，我谁也不嫁。你要是逼我，我就不活了。曼丽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。顾明修背叛了你。你怎么还念着他呢？妈，明修是被那个女人给骗了，我不怪他，我会一直等他，直到他回心转意。哎呀，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阿姨会帮你讨回公道，一定啊，会好好的收拾那个自不量力的女人，让她后悔呀，招惹我们顾家。嗯，告诉我，曼丽呢？肯定累了。你带他回去休息，我现在要处理明修的事情。嗯，好吧。明修以前从来没有顶撞过我，那个狐狸精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季总，少爷刚回国，你二位相处时间宝贵，别为了不三不四的女人伤了你们母子情谊。明修，谢谢你。这是舒心小姐的工牌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动我的人，给我查！就算翻遍整个天州，都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舒心是吧？我还以为把明修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有多厉害呢，孤芳自赏，也不过如此嘛。你是环宇集团季婉玉？你这是绑架！我不过就请你喝了个茶而已，你完好无损，这怎么能叫绑架呢？说吧，多少钱你才肯离开明修？够不够？他这是对顾明修余情未了，想要包养他。我不要你的钱。300万。你什么意思？1000万。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我劝你见好就收。见。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告诉你，明修是我的。查到了，舒心小姐被你母亲带回老宅了。回家。你可是拿了钱才跟明修见面的，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？我当然有契约精神了，我已经拿了10万块，顾明修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
你是不是对合约的内容有误解呀、啊？没有误解啊，合约上的内容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一点纰漏。季总，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应该明白遵守合约内容的重要性。你拿了钱还这么理直气壮吗？你是觉得我这十万块钱拿的少吗？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得多了，你不就是看上明修的身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别痴心妄想。顾明修的身份，我只是想帮他，我才不像你了，用卑劣的手段把他困在身边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季总，我一直很敬仰你的经商能力，不过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，我希望你能放过季明修，毕竟他还年轻，有光明的未来。你是说我老了？七姐，没事吧？你为什么为难七姐？我为难他？明明是你怎么了？季总说要花500万买你，我没答应。季女士，请你不要再干预我的人生。叫我什么？顾明修，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里，以后都别想碰我这里拿走给你分钱。季婉玉可不是普通人，她早年丧夫，又独自在外打拼，一手把顾家送上了天州首富的位置。她手段那么厉害，你得罪了他，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哎，就是秦月给我介绍的顾氏工作，恐怕是保不住了。对不起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养你的。但是你不能屈服，你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。他那么厉害，你还要帮我？你怕他找你麻烦吗？我不想他强迫你啊！你还那么年轻，总不能被他包养吧？包养？啊！季婉玉可是小顾总的母亲，我现在和他逼急了，我估计连小顾总的面都见不上，任务完成不了，估计还会遭到季总的封杀。你不会被封杀，放心吧。没事儿，我家还有两套房子，大不了我当包租婆，把这两套房子租出去。倒是你，你得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事业，工资多少都无所谓，但是你不能和社会脱轨，知道吗？顾明修，顾明修，你工作有着落了。什么什么？我闺蜜是盛悦集团大小姐，他们和环宇最近合作投资了一个商场，我让她给你开了后门，让你去当保安。哦，下午面试，你赶紧去收拾一下。环宇的商场，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顾明修，你可不能自甘堕落呀。保安的工资虽然比不上你现在的高，但是胜在稳定，钱来的干净啊。不太方便去。哦，你是怕碰见环宇的季总。有句话叫做灯下黑，季总封杀你，但他绝对想不到你会去他的商场上上班，而且这家商场是小顾总在负责，你绝对不会碰见季婉玉的。所以我就更不能去了。这份工作可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。我记得秦月是环宇集团的特助，如果他想让你早点还清违约金的话，说不定还会给你开个后门，给你升个保安队长等等。保安队长啊？保安队长怎么了？有可能你还会早点见到小顾总，到时候你告诉我他长什么样子。这我应该见不到小顾总吧？
梦想总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走，跟我去面试。这么多人啊，看来竞争压力有点大啊。我怎么感觉他们不像来面试的，像来干架的？欣姐，你就在这等我吧，我去面试了。哎，行，这样看着顺眼多了。面试别紧张啊。下一个应聘的可以进来了，顾总。顾总。小顾总哪儿呢？小顾总在哪儿呢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刚才看到有人往那边去了，好像是小顾总。真的？那你自己面试加油，我想进去看看。那加油，别紧张，走啊！顾总，您这是？以后在外面不要叫我顾总。明白明白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知道您的身份。怎么一脸不高兴呢？我还是没有找到钱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以后我们会好的。你面试怎么样？哎，竞争太激烈，没选上。条件这么好，你还没面试上？不会吧，我都跟我闺蜜打好招呼了呀，你当保安不至于的。你有什么误会，或者是他的眼光不行，抓住他会进去。哎，不用不用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顾明修为什么没有应聘上你们的保安？你们的入职标准是什么？你让我面试他做保安？对呀、啊，你看啊，他这个身形，他这个样貌，你们要是把他留下来，他绝对能成为你们保安队的门面担当。他长这么帅，要是天天留在你们商场的门口，能吸引多少流量啊！你可别乱说，我怎么可能让他守大门口？为什么不行啊？难道你们还有更好的人选吗？我不相信，我想看看你选中的保安都长什么样子。出来吧。但是我们家明修也不差呀。我们家明修？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啊、哦，我是他老婆。什么？不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这儿该不会不招已婚的员工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样可是犯法的。我们确实没有这个规定，可是既然没有限制，那就应该正规处理。这里我说了算，还不快去？你请进。加油。不愧是环宇集团的特助，说话就是有分量。舒小姐，快请。顾明修面试应该能面试得上吧？您放心，有我在，谁呢？秦特助，你要给顾明修开后门啊！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后门开的？怎么开的？就是给他当个保安队长。等等，不可以吗？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呀，保安小队长也行。哎，你面试怎么样啊？面试成功了！真的？我好了！
的，我回国啦。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好啊好啊，那我们明天吃饭，老地方见。那个我闺蜜回来了，你跟我一块去吧，刚好谢谢她帮你找到了工作。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高兴过。当然啦，小雪可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她都出国好几年了，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当然开心了。对了，她还是盛月集团大小姐，和黄宇有合作，她肯定认识小顾总。等会儿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哎呀，季姐，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事儿，我就不能陪你一起吃饭。现在走，你等他来了，我们一块吃完饭你再走嘛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当然啦，哪舍得你？这位是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叫顾明修，是我老公，名义上的老公，之前商场的保安工作。就是帮他找保安。欣欣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？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就是被我妈逼急了，所以雇了一个假老公。他现在为了帮我，被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给封杀了，所以我找了一个商场保安的工作，帮他过渡一下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就这么闪婚了。不过怎么感觉他有点眼熟呢？顾先生，我们见过吗？抱歉啊，我没见过你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是我认错人了。哎，我们坐下吧。你不是说你还有半年才会回来吗？怎么突然提前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们集团现金流出了问题。我爸妈让我提前和订婚两年的未婚夫完婚，可我的联姻对象就是个花花肠子，我根本就不想嫁给他。和你联姻的人是谁啊？是魏业集团的魏奇浩。魏奇浩，你不能嫁给他。他，欣欣，欣欣，欣欣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想起高中时候的事了？你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，不然又会头疼的。我一定要查清楚。当年我出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老徐，魏奇浩是我高中同学，他当时就打过我，他现在和我表姐在一起，他就是脚踏两条船，你不能和他在一起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我就是离家出走，也绝对不和魏家联姻。那你也别因为我和家里人闹矛盾啊！我不光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魏家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魏奇浩还有个妹妹叫魏薇，他们两兄妹都是高曼丽的狗腿子，为了巴结高曼丽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。魏薇，总觉得这个名字听着也很耳熟。好了，欣欣，多亏你才能让我抓到魏奇浩出轨这么大的把柄。你们俩有情况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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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没有吧。对了，欣欣，我不打算回家住了，你可以收留我吗？当然可以。当然可以啦，只要你不嫌我家小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咱家就两间房，咱妈一间，咱俩一间，你朋友来了。什么？你们两个睡了？你妈不是说这是假结婚吗？首先你傻不傻？赔钱又赔身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俩那是为了应付我妈，没有真的那啥。真的？他这么说，就算真的赔身，你也亏呀。哈，出过国的人想法就是不一样啊。反正我不管，我今晚要和你睡，你让他睡沙发。咱们刚结婚，要是分房睡，妈妈起疑心呢。不会的，柳阿姨最喜欢我了，肯定会非常欢迎我的。你这假老公皱起眉头来，怎么比我爸还凶啊？
不像普通人，他可是我专门请的演员，专门演他。我先试配一下啊。马上给宋家注资，把宋雪晴从我老婆这弄走，十分钟办不到。我们不是刚和宋家合作了一个商场吗？还要注资？他打扰我和我老婆行踪。好的，顾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欣欣已经答应我了，今晚和我睡，那就只能允许你睡一下沙发喽。宋小姐说这话未免太早了，万一出什么意外呢？喂，雪晴，你可真是咱们宋家的福星呀！环宇的小顾总说要给咱们注资10亿，你快回来！环宇点名要让你去签合同，这事儿你要是办妥了，就不用和魏家联姻了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太好了，我不用联姻了。你不是要找小顾总吗？刚好我要和他签合同。你和我一起去。嗯，欣欣，妈还在家等着我呢。你们不是假夫妻吗？做戏做这么全干嘛？还是说你想假戏真做？小雪，你别乱说。你谈合同不是正事吗？我这不是担心我陪你过去会打扰你？不会的，我说你是我助理就行。可是我听说小顾性格很凶残的。我好多同行的记者去采访他，连人影都没见着，就直接被撵出去了。你说我要是把他惹毛了，你签不了合同怎么办？哎，小顾总其实人挺好，我相信他绝对不会为难。好什么呀？但凡是招惹小顾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他还有一个特别难缠的妈，传闻呀，但凡是出现在小顾总身边的女人，都会被他妈给气死。所以呀，好多人啊，听到他的名号都躲着走。嗯，夫人这么冷，堂堂宋家千金，在背后泼人脏水，恐怕不太好吧？他又听不到。听说啊，小顾总天天想起，没有一个看上的，就连对高曼丽啊都不冷不热的。传闻呀，我男人气。不对，我觉得他这么投资你们家。八成是看上你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小顾总那冷面阎王那么可怕，要不是为了注资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他打交道的。真的假的？被你这么一说，我都不敢去找他了。宋雪晴一直在挑拨我们的感情，不能再让他和欣欣待在一起了。欣欣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走吧。不行，欣欣要陪我去找小顾总。欣欣，跟我走。我走，欣欣，哎呀，我，舒心，我给你十分钟，马上给我回公司，不然这份工作你就别干了。啊啊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所以不用争了，我现在是你们谁我都陪不了了。你们上次有毛病啊？现在是下班时间，还让你回去加班？我开车送你吧。修布老板宋小姐。欣欣，我跟你讲，找男人一定要找大度的，不穿松狮裤的男人，像顾先生这样的恐怕不合适，还好你们是。我们欣欣有自己的宋小姐，你不要在这指手画脚。哎呀，你们俩怎么那么幼稚啊，别斗嘴了。小雪，我知道你疼我，但是你去环宇不顺路，你还是抓紧先把合同签了要紧。林秀，那就麻烦你送我去公司了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嗯。那不我送你上去？不用，你就在这等我就行，我很快就来。和宋家的合同，你去查一下欣欣高中时到底发生什么。王总肯定没来好心，我得做好防备。
王夫人，这怎么算来了？淑心，你可别怪我，怪只怪你又得罪了好满意。定，曼丽啊，事情我都办妥了，我马上就把照片发给王德他老婆。干得不错，他老婆可是奇数集团的大小姐，出了名的善良。这舒心遇上他，只能是身败名裂。王总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违法的。情我愿的事情，怎么就成强迫了？你之前可是答应过我，如果一个星期之内没采访到华影的继承人，你可就要乖乖的听我的话。明天才是最后的期限，时间还没有到。我心知肚明，就算再给你100天，你也采访不到小杜，怎么样？我认命吧。当初说的是完不成就辞退我，那这份工作我不干了，我要辞职。舍得让你辞职啊？就留下来乖乖做我的女人，好疼你吧！哎，妈，谁脸不要脸？我看上的女人，我睡不到的。你脸上这伤是你老婆打的，这样对我，看你老婆知道吗？放个屁！你就乖乖做我情人，会知道的。是吗？老婆，老婆，王德，你竟然还敢在外面发骚！是他勾引我的，我是无辜的。你胡说！闭嘴！这没你这个狐狸精说话份。我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勾引我老公？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天州混不下去？这人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呢？明明是他敢狡辩。看你以后怎么勾引男人！是他在撒谎，王太太，你好歹是豪门大小姐，怎么连最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没有呢？明明是你勾引我的，你不承认你要再这样的话，这工作你就别干了。我可是录音了，我有证据证明是你在骚扰我。你竟敢录音！只要你听了录音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老婆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，他就是想仙人跳，威胁我要好处。我没有，明明是你叫我过来的。你还有别的证据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一个单身女性，大半夜来公司找老总，你敢说你心里没鬼？我爸，手机摔坏了，我现在也没有其他证据了。现在说你是勾引我老公的小三，没问题。胆敢给我老公名声，门子！我倒要看看现在还有谁能证明。我来给他证明清白。小杜，这个竟然你认识他？是。你行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赶紧给我爸报信。信我？谁呀？敢在这儿讲我们的事儿？我是舒心的老公，他是我的妻子。什么？你还真的结婚了？跟你说，你老婆勾引我，还想仙人跳，赶紧把你老婆带回去管教管教，别拐丢人现眼了。管教？哎，老公，他是我，连我都不是他的男人，你怎么敢伤害他？老婆。老婆，你快帮帮我呀！我跟你说，我老婆可是奇数集团大小姐，敢得罪我，我让你有命进没命出！奇数集团算个什么东西啊？齐小姐，你说呢？啊，奇数集团确实不算什么东西。王德，老娘要跟你离婚，你以后别联系我，所有事情我们交由律师处理。不是，老婆，老婆，他为什么那么怕你？他可能也怕我打他。我老婆怕你打他，我不怕你。对付你们这种平民，以100种方法让你们在天州消失。你们有钱人就喜欢以权势压人吗？抱歉，我吃这套。这份工作我不干了，在这里工作我都嫌恶心。哎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行不行？
但敢踏出这个门，让你老公吃官司。你王主编，我就等着看到底是谁吃官司。我被你们无缘无故的欺负，该吃官司的应该是你们，记得赔偿我的损失，不然我们远见。米秀，那个齐瑜她好歹是齐树集团大小姐，我们惹不起，要不出去躲躲。我看你刚才在上面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我那都是装的，他们这些仗势欺荣有钱人，我们一旦示软了，他们就会扑上来榨干你最后一滴血。你很讨厌有钱人？当然了，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尤其是那个顾家。如果让我看见那个小顾总，我一定会胖揍他一拳。其实也不是每个有钱人都那样，我听说小顾总性格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，他性格如果真那么好，怎么会出国那么多年，回国了又躲着不见人？我就是因为采访不到他，才被王铎那个老色鬼骚扰。什么意思啊？王铎一直想潜规则我，我没答应，他就想刁难我，让我去采访小顾总，说如果我采访不到他，就炒我鱿鱼。如你所见，我工作丢了。现在是这样，王铎好大的胆子。所以啊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小顾总了吧？不过幸好你找到了保安的工作，至少我们俩还有稳定的收入。其实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都全怪小顾，不知者无罪嘛。就算他真的不知情，那他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人。有其母，必有其子。你看那个季总，莫名其妙就把我绑过去了，他儿子能是什么好人啊？可是他……等等，你为什么一直在帮小顾总说话？我们月薪几千块，你为什么要帮可恶的资本家？没有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看来只能晚点再向他坦白我的身份。我回家吧。不能回家，诛心大贱人。现在应该已经被齐玉收拾了吧？那当然，他竟然敢不自量力勾引顾总，这是他应得的下场。来电话了，肯定是来汇报事情情况的。魏小姐，刚刚舒心被她老公给带走了，她老公好像叫什么明修。什么？他竟然敢叫顾明修老公？废物，给我去查，看看顾明修到底是不是真的和那贱人在一起。不能回家。为什么不能回家？你看我脸上两个大巴掌，我妈看到会担心多想的。我那边还有一套房子没有租出去呢，我们去那边住吧。谢谢。嗯，我帮你付一下，可以消肿快一点。哦，好。疼吧？没事，我不怕疼的。好多了，嗯，雨姐，明天就能消肿了。怎么离我这么近啊？皮肤好好，睫毛好长啊。你呀，就是爱逞强。有什么事儿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？我可以一起帮你分担。那怎么行啊？你只是我找来的演员，我不能拖累你啊。谢谢，我不想只做一个演员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想跟你更亲。这么会撩？你谈过多少个女朋友？我从来没谈过，我从始至终就只有你一个。你骗人！你都不知道演别人男朋友演多少回了，就是我知道的，就有季总和高曼丽。不是那样的，都是误会。我跟他们都是清清白白的，就只是吃过饭的关系，只有和你才是这样的。我和你是那样的关系。欣欣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
山哥，你选我，选我，做我男朋友吧。我觉得妈说的对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明天我们就去领证。在古代，这种情况可是要以身相许的。他是我捧在手心里呵护的珍宝，连我都不舍得动他一根腿。你怎么敢伤害他？顾明霄，我们的合约作废吧。你要跟我提前解约啊？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会跟我妈说清楚，就说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照顾好自己吧。哎，顾明霄，你是笨蛋吗？啊？啊？嗯。太好了，这里有100万。100万？你开心糊涂了吧？一个临时演员哪来那么多钱啊？100万多吗？这些是你之前给我的钱，还有一些是我之前存的。你该不会没还秦月的天价违约金吧？不行，你既然有那么多钱，就应该先和那个黑心老板解约。走。我已经解约了。你赔完违约金还剩100多万。现在临时演员钱这么好赚，我也想去干你这行了。其实是我妈给我的钱。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你妈妈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她我爸很早就过世了，我妈她工作很忙，所以家里总是我一个人，只要我们一见面就会发生各种争吵。这些年您过得很辛苦，别担心，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时间不早了，进房间休息吗？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女生主动？我觉得我们这样太仓促了，我想给你找什么。出现在我梦中，想到带走。我不在意那些仪式的，我只在乎睡得着。明霄，明霄，奇怪，他人跑哪儿去了？该不会上班去了吧？上班怎么连保安服都忘拿了？不行，今天可是他第一天上班，我得把这个给他送去商场。听说了吗？那书信因为勾引王主编被炒鱿鱼了。啊？不会吧？王德那么丑，还忍得了？就是为了说。我闭嘴！今天咱们公司有贵客到，你们都给我好好工作啊，别给咱们越黑。啊！哎呀，小顾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？我是来找王总，
没想到王德这小子还有这福气，能与您相识啊。说起来啊，我跟他交情。啊，王德去医院，等我就回来。医院？我们公司啊，有个女员工叫什么啊？舒心。这个人呢，年轻漂亮，但是能力不行，还想着勾引王德上位，没想到被王德的夫人给抓了个正着。你也知道，这王德的夫人啊，可是奇数集团的大小姐，她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当即就那个舒心啊辞退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舒心的那个老公更离谱。怎么离谱了？原来这个舒心勾引王德呀，全是他这个老公在后面支持的。听说这个舒心的老公啊，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小混子，靠着舒心仙人跳来赚钱。这次舒心没成功，他这个老公一怒之下就把这个王德给打了。那王德严重啊，那都破了相了，脸上挨了好几拳，鼻梁都断了，都没住院。说明打的还不重啊。严重着呢，主要是这个小混混不打，不光是王德的脸，还奇数集团的脸，还有我们岳峰的脸。等我找到那个小混混，肯定狠狠地揍他。小白脸，我正愁没地方找你来，你还过来主动找我，你看我被你打的，告诉你，你是活腻了，我看你。什么？顾总，这王德是你打的？那舒心？舒心是我灵媒正娶妻。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吧？什么误会？绝对不是误会，李总。小白脸，跟你说，我老婆可是奇数集团的大小姐，现在就打电话让她收拾你。那我就在这等你。自己找死啊！喂，老婆。王德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跟你已经离婚了。那个小白脸又来了，说句他给你出气好不好？你找死别拉上我全家。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可是管宇集团的小副总。就因为你得罪了他，我们齐家都快破产了，你还不赶紧跟他道歉。顾总，顾总，大亮大亮，您别放过我吧。我别放过我吧。我带钱了。哎，顾总，顾总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您放心，小黄德这号人以后绝对不会在你的面前伤了您的眼。有什么要求尽管说。你真正对不起的是我老婆。这是我老婆写的采访，论学历论履历应该在贵公司上班都是没问题的。觉得这些文章居然是顾夫人写的。那个王德竟然莫名顶替。顾总，您放心，我这就把顾夫人请回来。啊，不，我要把顾夫人请回来做主定。记住啊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，也不要叫她顾夫人，叫她名字就行。啊，明白明白。顾总不好了，顾总不好了，我一点消息也没上门找人。那个顾明修真的上班去了，只不过是我安排他干别的事了。秦特助，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，我知道你和明修之前有交情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育他的，让他记得穿工服，等他回来我一定让他谢谢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哪敢让小顾总跟我道谢，我还想多活两年呢。舒小姐，要不我们去贵宾休息室坐下。不用不用，真不好意思。不用了。哎呀，舒小姐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做，咱们走。秦特助，使不得。别。您才是使不得，怎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一直在这站着，带欣欣去休息室休息。我。什么态度啊？就算秦月现在不是你老板了，他也是你顶头上司。老婆说的是。今天可是你上班第一天，连工作服都忘带了。舒心，不是说她老公是关羽集团的经理？
怎么穿个保安服？难不成之前他一直都在骗我？六六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？不错啊，穿上保安服有模有样的。老婆喜欢就好了。想不到我竟然是个猎人。你还有事吗？没。李总的电话。小叔啊，不，朱小姐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有些事儿我需要和您面谈。没空，我已经被你们开除了，和你们没有关系。你别生气，都是误会。您现在在家吗？我去您家登门拜访。不方便，我现在在环宇商场。好，那我就去环宇商场找您。啊？这个李总，古墓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他不会是因为你昨天把王德给打了，想过来报复我们吧？哎呀，都怪我嘴快，告诉他我在环宇商场。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避避风头？怕什么？万一是李总想叫你们公司呢？怎么可能？庭院，带我们去休息室。老公怎么办？我好慌。放心，你先用我。顾总，您怎么成保安了？顾总？什么顾总？顾夫人，您太低调。如果您早说，您在皇上。李总，我跟我老婆都是普通老百姓，哪有什么低调不低调的？对对对，您说的是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明兄，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呢？为什么叫你顾总？没有，顾明修绝对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您。我刚才之所以说您低调，是因为，我看到您的采访稿了，没想到王德的采访稿竟然全是出自您的手。您这么优秀，在公司太低调了。你是为了王德而来，我已经辞职了，这些事情和我老公没有一点关系。朱小姐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已经查明真相，是王德那个混账骚扰的您，还无故将你辞退，所以这次前来啊，我是向您道歉的。跟我道歉？你们不担心奇数集团？事情真相已经查明，我们必须还您一个清白。像王德这害群之马，我们一定会严惩。至于那个奇数集团，已经破产了，您不必担心他们报复。奇数破产了？苏小姐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人不清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此次前来特地的向您道歉，并且郑重的邀请您回岳峰担任主编一职。你是说我不仅能回去工作，而且升职了？恭喜你啊，朱小姐，您的薪资我给您增加两倍，四倍。谢谢李总信任，我会努力的。那您就先休息吧。之后任何时间都会公司报道。那我所以李总为什么叫你顾总？出门在外，身份是自己给。环宇集团投资部经理，这张名片有环宇集团的防伪标识，不是伪造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之前为了更好扮演你的男朋友，身份不被拆穿，就托秦月帮我做了这个名片。还好你细心啊，幸好你不是真的有钱人。如果我真的是有钱人，会怎么样？那我就把你休了。哎呀，我最讨厌那种仗势欺人的有钱人了，像高曼丽啊、齐瑜，还有那个传说中的小顾总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老婆，
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才没有误会呢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先去上班吧。我不耽误你时间了。等一下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老顾谁的面子都可能不给，但我叫他肯定来。他现在打电话给我叫。老顾，我今天过生日，你可一定得过来啊！我有事，没空。你还是不是我兄弟了？你可别忘了啊！咱俩可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。我不来也就算了，你现在都回国了，你还不来过生日？我可是都给别人夸下海口，我说你一定会来的，跟你的。好吧，地址，银色酒吧，等你啊。恭喜你升职啊！我们家欣欣就是最棒的。你升职，我也摆脱了渣男。要不我们去锦瑟酒吧喝几杯吧？啊，喝酒啊！哎呀，走吧。欣欣，你和你的假老公怎么样了？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刘阿姨？这么瞒着也不是回事啊。我们。在一起啦，嗯，分开就好。什么？你们俩在一起了？欣欣，你没发烧吧？他和你的身份根本就不匹配，他就是个当出租男友的。说好听点那叫临时演员；那说难听点他就是个出卖色相的男模。我都怀疑。他对你的喜欢就是演出来的，小雪，他过去那都是有苦衷的，他现在已经找到保安的工作了，已经走上正轨了，而且他在我爱的感化下会变得越来越好的。嗯，我理解你想拯救失足青年，但你也不能把自己搭进去啊。嗯，欣欣，你没出去玩过，你不知道，那些男模都可会骗人了。不行，你带我去找他，我要问问清楚他到底是你。小雪，明修他不会这样子的，我相信他，而且他和我说过，他不会再和那些有钱人有来往了。我看你就是恋爱脑上头了，你要是不和他分手，我就告诉柳阿姨。老顾，哈哈哈哈！你说你出国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。做兄弟的，我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千金小姐，身材火辣，你肯定会喜欢。你谁呀？别敢叫我们家老顾啊！老婆，我是不是耳朵说你了？明修在喊的是老婆。明修不是不近女色的冷面冰山吗？他怎么对那个女的那么温柔？依琳，你认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老顾谈恋爱都没告诉我，也太不够意思了。不行，我得问清楚去。欣欣，他们都是瞎起哄，我没有找千金，你千万别误会。欣欣那么相信你，还说你已经改邪归正，不会再做老本行了。结果扭头就看到你要组成千金小姐，你对得起欣欣吗？你要是这么喜欢夏海，你就别骗欣欣。夏雪，我们先走了。高冠。等等我，不行。你朋友跟老顾什么关系？老顾怎么喊他叫老婆呀？你认识顾明霄？啊。他们目前是夫妻关系。什么？季阿姨认定的顾家儿媳不是高曼丽吗？老顾找了其他女人结婚，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？什么？季阿姨不会就是怀宇集团的季总吧？啊，那顾明修岂不是传说中的小顾总？你不认识老顾吗？难道是因为他出国太久了，你忘记他长什么样子？我们家也是前几年才搬来天津的。再说了，我只是在宴会上见过他几次。
我哪记得他的样子呀？怪不得我看他那么眼熟，那我还当他面说了那么多坏话。完了完了，定了。这么说，老顾是隐瞒身份跟你谈关系？哈哈，有意思。琪琪，外面这么冷，我们还上车去。我不坐你这辆豪车。顾明秋，你是不是习惯了这种有豪车美女纸醉金迷的日子？又想找秦月租回老本行了？不是，琪琪，都是我。我不需要你为我做出这种牺牲。我和你说过，我不在乎钱，我只在乎你。我只希望你能活得有尊严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谢谢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种工作了。那就最后再相信你一次吧。喂，舒心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都打了好几个了，你马上带着秀回家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妈找我们。嗯。你还想租这辆车？给我坐公交。哟，你的保安女婿回来了。明秀，你不是环宇集团的经理吗？怎么会在商场当保安呢？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对。站住！妈咪呀、啊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呢？哼，之前说我女婿人品不好，没想到你女婿竟然是个保安呢。哎呦，就他这人品呢，跟我女婿比起来，那可是差太远了。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啊？好好看看，我这证据都在这摆着呢，怎么会有误会？你老公是不是没有见过有钱人啊？连装有钱人都只敢装个小副经理。保安就是个保安，不能伪装，都掩盖不了你这一身的穷酸气。丽丽啊，你未来可是要当豪门阔太的，别和这种下等人说话，以免啊打低了你的身份。明修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妈。哎，妈。是我让他这么做的，您别怪。这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，不该逼你结婚。你们俩现在就去办婚礼了。你们俩现在就去办婚礼了。离婚？我要不要同意你的事现在不是特别的好时间。妈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初可是您把户口本拍在明秀身上逼我们结婚的，现在您又拍结婚证逼我们离婚是吧？咱们家又不缺钱，明秀是什么身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我这不是怕你老不结婚别人说闲话吗？你结婚了就没有人说闲话了吗？他们不就找上门了？我们这一辈子难道就要为了别人而活？反正我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这一辈子就认定他了，我不会和他离婚的。顾明修贪慕虚荣，装有钱人欺骗姑姑，这可是人品问题。你之前不是说绝对不和人品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吗？做人可不能太双标呀、啊。看来只能让明修再装一下环宇的经理了。明修人品很好的，他没有骗人，他就是环宇集团的经理，他有名片作证。环宇集团总裁顾明修。可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神神秘秘，环宇集团投资部经理，一张破名片而已，十块钱能做一百多张，这能证明什么？这张名片上面是有防伪标识。什么防伪标识？你撒谎也不撒个正常点的，谁家名片上做防伪啊？笑死人了！环宇集团可是天州第一大财团，所有管理层的名片都是有防伪标识的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味业集团的名片好像没有这么高端。你们没有见过，也很正常啊。
不就是个破保安吗？你还骗起人来了？我是环宇广场投资项目的负责人，我这次是专门调办成保安进去给你情况。妈，我的奖金前不久才放下来，这是不是给新买的房？别墅？哎呀，哎呀，好好好。别墅什么的，我觉得我不需要，我只需要住一个两室的房子就行了，我觉得很温馨。这别墅一套好几千万呢，你一个经理能发多少奖金呀？这房子肯定是假的，你一天天的就知道怀疑别人，你就看不得我们家欣欣好。女婿，走，带我们去别墅，让你舅妈开开你。哎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淑君，你该不会这么小气的吧？自己有别墅，连看都不让别人看一眼，是不想呢，还是不敢？我好，我带你们去。这次我一定要拆穿你们，让你们在亲戚面前永远抬不起头。那别墅区的环境可真不错啊！妈，你喜欢就好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刘梅，让你开开眼。又是豪车又是豪宅的顾明秀，你搞这么大阵仗，万一穿帮了怎么办？少爷回家，这么隆重吗？哼，演戏演的还挺真的嘛，连群演都行。说，这顾明修请你来惹祸，给你们多少钱？抱歉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，不能透露我们的心思。演，继续给我演。你们正在干什么呢？夫人好。母亲怎么了？这个房子是季总的。你还和他有联系呢，你还把他的房子拿过来，现在人家正主都回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撒谎，这房子就是我给你买的，如假包换。老客户都找上门了，你还擅自尊硬，我不想让我妈伤心，赶紧让季总走。你们什么人啊？竟然敢私闯民宅，好大的胆子！为什么我看这边这么眼熟？我就说吧，就顾云修那种穷酸样。怎么能买得起这么好的东西？舒心，季总，你好啊！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给我未来儿媳妇准备的彩礼。我，你就是欺负我吧？你怎么这么年轻啊？怎么保养的呀？怪不得明星那么帅呢，原来是啊，遗传了你的美貌了。你家母？对呀、啊，没错，我是舒心的母亲，咱们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对了、啊，你还没看过他们的结婚照吧？拍的可好了！天哪，我妈竟然把季总认成顾明秀的母亲了！明秀，现在怎么办啊？顾明秀，你解释一下。季婉玉。您就是环宇集团的季总。木已成舟，有外人在，闹起来只会丢了顾家的脸面。眼下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，我绝不能把这事儿变成好文章。干什么呀？什么季总、朱总？有我女婿，有本事吗？妈，你别乱说话，怕什么呀？咱们可是有魏家撑腰呢。就算他顾明星有点小钱，又能怎么样？有我女婿有本事吗？我女婿可是魏业集团的太子爷。魏业集团算了什么东西，根本不会出现在我季婉玉的面前。你说什么呀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叫我女婿还手？闭嘴！哎，季总，对不起，我妈我不是故意冒犯您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两个亲戚没什么素质，让您见笑了。
不过过来，秦刚好像要不太对劲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小姐，其实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。你想跟你好好有什么悄悄话，待会儿再说。咱们先坐下，你呀，得跟你那婆婆好好增进感情。哎，不是妈，你听我说，我和季总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怎么？你这个婆婆看不上你，她为难你了？哎，不是妈。秦心，你放心，有妈在呢，妈去给你撑场子。妈，我们俩快走吧。我妈脾气特别暴，我怕他俩打起来。淑锦，你跟明修的身份不相配，你们还是分开吧。哎，亲家母，哎呀，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？他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们老一辈儿就别掺和进来了。话说的漂亮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们母女啊，还真是贪呀！哎，什么钱不钱的呀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们明修啊很优秀，我们欣欣也不差呀。这个呀，是我们欣欣的英语八级证书，这个是清北毕业证，这个是新闻大赛一等奖。这女人的背景怎么和之前安排的那个女人不相符？难道不是他？老婆，啊！哎呀，至于我吗？我有两套房，我还有退休金，哎，不会拖累他们年轻人的。咱们为人父母不都是希望孩子幸福吗？不对，明兄，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是无父无母，现在怎么冒出个妈？顾明兄，你竟然敢说你妈死了？这是误会。哎，什么误会呀？亲家母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呢，你怎么能咒她死呢？哎呀，你也太不孝顺了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妈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明修是我租来的男朋友，他之前跟你说的家庭情况是我编的。什么？你当时逼我逼太紧了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所以就花钱租了一个男朋友了。那你们结婚？妈，我们结婚是真的，我是真的爱淑心的，我们想好好在一起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们是吧？精彩啊！真是精彩啊！啊，淑小姐为了接近明修，竟然想出了这么高明的手段，难怪我找了那么多的女人，只有你一个人成功上位啊！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季女士，舒心跟你找的那些女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没有任何关系？难道她不是为了你首富继承人的身份才找你的吗？什么？首富继承人？顾明修，你是小顾总？给我解释！哼，别装了，不去做演员真是可惜啊。所以他也不是你之前所谓的什么客户，他是你的亲生母亲。顾明修，回答我。小顾总，你虽然不是真的演员，但你的演技真的很有天赋，我竟然还拿了10万块钱包养你。你看着我被你耍的团团转，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啊？放肆！你什么身份也配包养我们家明修？怎么，你首富你就可以糟践别人家的女儿吗？是你儿子隐瞒豪门身份骗我女儿结婚，我女儿还给你儿子10万块钱，我女儿什么都不欠你们的。空口无凭，你有证据吧？这回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能当上首富了，因为你是无良心、无道德、无底线。你虽然是首富，但你是三无。顾明兄，你就看着他这么冒犯我吗？是我的不起，谢谢。这个小贱人，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你别忘了，
高曼丽才是我认定的儿媳妇。顾明兄，你倒有未婚妻，你还来招惹我们欣欣？不是的，我跟高曼丽没有任何关系。顾明兄，我们离婚吧。谢谢，你别这样。哼，算你识趣。明兄，你没看出来吗？他根本就不在乎你，只想要钱。看在你这么配合的份上呢，签了。你除了会开支票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钱来衡量的。没错，我不够稀罕你们的臭钱。你怎么也撕我的支票呢？你们娘俩，你有没教养？嗯，这张卡是你给我的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。你把我给你的那10万也还给我，我们算两个。妈，谢谢。林兄，让他们走。只有高曼丽才是最适合你的。你别闹了，妈不会害你的。母亲，从小到大你都这么专横独行，你只考虑你自己的喜好，把你的习惯强加在我身上，却从来没考虑过我到底需要什么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屈服。林兄，你给我站住！小雪，你帮我找个律师看一眼这个离婚协议吧。欣欣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哎呀，还用想吗？这个渣男他玩弄欣欣的感情，不离留着过年呀？都怪我催婚害了欣欣，妈以后不逼你，你如果不结婚啊，妈养你一辈子。欣欣，你别难过了，我去给你出气。还没找到欣欣吗？欣欣，顾明霄，给我出来！等等，欣欣要和你离婚，赶紧签字。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。顾明霄，欣欣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就忍心这么欺骗她？她因为那场意外不能受刺激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赶紧签字，不要再刺激她了。不要以为你是我投资的人我就怕你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欣欣，赶紧签字。我跟欣欣之间有很多误会，但我对他都是真心的，我只是想把家里的障碍全都铲平再跟他坦白，只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宋小姐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向欣欣证明我对他是真心的。他原不原谅你是他的事，你跟我说吗？付出活钱欣欣还好好的，后来为什么会跳楼？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懂，夫人高中的事儿。夫人和魏巍与秦昊兄妹俩是高中同班同学，在高三下学期，他们学校校草向夫人告白，魏巍心生嫉妒，和魏秦昊欺辱了夫人，还到夫人的黄牛。魏家好大。欣欣三月份被表白。为什么魏巍在五月份去找他麻烦？这还没有查清楚，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问题，给我继续查。是。高曼丽跟欣欣是同班同学。是的。您怀疑高小姐，可是我已经调查过了，高小姐并没有欺负人。你个贱人，还敢勾引明星，撕烂你的脸！给我继续查。重点查查高曼丽，还有魏家。天凉了，去让魏家复查。你说什么？顾明轩和书生结婚了？啊，是的，
我是舒心的表姐，我亲眼看到了舒心和顾总的结婚证。曼丽，你别着急，舒心那个贱人可是一身的黑料，只要我们把她当初的裸照散发出去，她就嫁不进顾家。你说的对，我还没数，顾明修只能是我的男人。当年舒心跳楼的真相，你最好给我烂在肚子里。什么真相啊？你放心，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。如果那些秘密不能烂在肚子里，我就让你肠穿肚烂，成为永远保守秘密的死人。给我查那贱人在哪儿，我要亲自去收拾他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宣布件事儿。舒心小姐能力优秀，专业素质过硬，以后主编的位置由舒心小姐担任。感谢李总对我的器重，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我们共同努力，共同进步。什么情况？他不是被王德炒鱿鱼了吗？怎么突然扳倒王德成了新一任主编了？难道说他有什么背景？他要是有后台，我们去勾引王德。哼，怎么你们对舒心小姐有意见呢？我有意见。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收拾你这不要脸的小三。不过，舒心小姐，您没事吧？高小姐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们，你给我让开！今天谁也别想扑着找狐狸精。舒心不是结婚了吗？怎么做起了小三？她可是高家大小姐。难道能平白污蔑人不成？我早就觉得舒心不正经。我不是小三，高曼丽，诽谤可是违法的。高小姐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舒心小姐，这不是那种人啊。谁不知道我高曼丽是管宇顾总的未婚妻？她勾引我们家明修，不是插足上位是什么？我和顾明修是合法夫妻，若是说插足，你才是一直纠缠着顾明修。合法夫妻办婚礼了吗？得到顾家认可了吗？他有向外界公开你吗？我舒心抢走了高曼丽的未婚夫，活腻了吧？没想到啊，他为了上位不仅不要脸，连命都不要了。你一没办婚礼，二没进顾家大门，你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玩物而已。顾明修，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作践我？我对你来说到底算是什么？黎明，你今天必须把这贱人给我赶出去，否则我就让你们岳峰破产。高小姐，您别为难我呀。怎么，你怕明修会怪你？我才是他门当户对的正牌未婚妻，季总认定的顾家少奶奶，该怎么选你要心里有数。我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李总怎么还要护着这些？难道你们有不正当的关系？胡说，我没有。高小姐，你可不要乱说啊！我跟舒宁小姐你很清白的。如果你不是出卖色相，怎么可能做到主编这位置？高中就勾引别人男朋友，现在又勾引别人老公。你怎么这么下贱？竟然还是冠三，公司怎么会有这种败坏风气的人？不好好工作就想着靠色相上位，我呸！高总，我和舒心小姐的确是清清白白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！还狡辩？谁不知道你李明最讨厌女下属，又怎么会破格提升一个女人做主编？对呀，公司从来没有过女高管。李总，我不接受靠潜规则上位的主编。没错，我也不同意。抗议！抗议！行了行了，你们凑什么热闹？我没有潜规则。还在装委屈？那我就帮你好好回忆一下高中做的好事。大家还不知道吧？我和舒心是高中同学。这个贱人当时就已经不安分，睡遍了所有认识的男人，
可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校妻，她就是因为睡了太多男人，得了脏病不敢去治，就跳楼了。可惜啊，祸害一千年，她跳楼没有摔死，只是失忆了，也不知道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高中的艳照我还帮你保管。苏心怎么是这样的人？就是我以前总是没关系。美女，睡一晚上多少钱？他这么骚，我们白睡还需要你钱？哈哈哈哈！苏小姐。别怕，顾霄。顾总，你可算来了，起来。欣欣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你。明修，你看清楚，舒心在高中就被人玩烂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方万丽，你是不是把所有人都当傻子？这照片明显是 PS 过的假照，我会送去鉴定机构鉴定，你就等着我的律师函吧。来人，给我守住所有大门出口，任何人都不准出去。凡是看过照片的人，给我赶出天竺；凡是诋毁过夫人的人，给我在行业内滚杀。是，顾总。顾总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错怪了舒心啊，不是顾夫人，求您原谅我吧。是啊，顾总，求您饶了我们吧。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放过我们吧。顾夫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算你们运气好，我老婆心善，愿意放你们。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滚出天州，永远不许回来。是是是。你们给我记住，舒心是我认定的妻子，是未来环宇集团的女主。今天的事情，如果谁要敢传出去，就等着我顾家严厉的报复。顾明修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居然为了这个贱人当众打我脸，这才叫当众打脸！你居然敢打我，我可是高家大小姐。打的就是，今天我打高曼丽的事情，你们可以随便传。顾明修，我到底哪里不如这个贱人？你竟然这样羞辱我！你也配跟舒心比？你连他头发丝都比不过。没有，不可能会输给舒心这贱物。季阿姨，我被舒心那个小三打了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舒心那个狐狸精，他居然挑衅我！我为了维护我们两家颜面，就斥责了他几句，结果他就当众打我脸。什么？他好大的胆子！那明修呢？明修就没有拦着吗？他不知道给明修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明修只听他的，还说。他只会和舒心在一起，如果您不同意他们在一起，他就不认你这个母亲，让你孤独终老。放肆！哼，他竟然为了那个女人不认我这个母亲。季阿姨，别怪明修，他肯定是被舒心给骗了。我们舒心是高中同学，从高中的时候，他可是特了名的不检点。啊，我还有张新呢。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女人进我顾家。阿姨，你现在陪我去找她，我倒要看看她能翻起什么浪。顾总，顾夫人，你们慢慢聊。
不会有人打扰你们的。欣欣，我已经派秦月去收拾高家了。你放心，欺负你的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顾明修，你要是为我好，就和我离婚了。老婆，明修，过来，离这个女儿远点，够花，失了你的身份。明修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那不干不净的女人断了联系，我还是愿意嫁给你的。住口！这个卑鄙肮脏的女人，竟然还敢说私奸！母亲，我已经认定欣欣了，此生她是我的唯一。明修，你糊涂啊！你看看曼丽的脸，都被他打成什么样子了？我没有打他，是他打的我。曼丽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打你呢？月峰所有员工都看到了，他们都是证人。舒心。我们好歹同学一场，你那么多黑料是进不了顾家的。我让你离开明修，也是为你好啊。舒心，我命令你立刻滚出天州。顾明修，你看到了吗？如果你真的为了你放我离开。欣欣，欣欣，医生，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？夫人之前脑部受到过重伤，由于血没有散掉，这次受到情绪的剧烈波动导致昏迷，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。还有，顾夫人她怀孕了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？那她现在身体能受得住？如果脑内的淤血散掉，几天就能醒来。如果淤血一直散不掉，没有醒来的话，您可能要给夫人准备做流产手术。不用考虑了，欣欣的身体最重要。现在就安排流产手术吧。希望你不会怪我擅自拿掉孩子。宝宝，宝宝，对不起。夫人现在的病情还不稳定，暂时不能进行任何手术，只能继续观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。不管你能不能醒来，我都会一直照顾你。梦境摇晃一如往常，那年我们无畏相聚多漫长，只怕彼此爱不够倔强。夫君，顾明修，你为了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，你居然连你妈都不认了吗？有什么事出去说，我不想打扰欣欣。好，明修，你别被舒心给骗了，她肯定是装晕的。方曼丽，你还有脸在这挑拨离间？警方已经调查了，你这些照片都是 PS 合成的假照，现在警方正在追查照片造假的部分，你就得罪了吗？什么？妈，这就是你精挑细选的未婚妻。耿曼丽，解释一下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这照片是薇薇给我的，对，是薇薇给我的，我是无辜的，我也是被骗的。明修，你这些话就等着跟警察去说吧。耿曼丽小姐，请配合调查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既然已经真相大白了，您还是请回吧，我还要照顾我的妻子。他算哪门子妻子啊？就算高曼丽不行，我也绝不承认他舒心成为我顾家的儿媳妇。母亲，您还是这么绝对？您为什么就一直认为欣欣是别有用心的女人呢？我是你妈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长。你说舒心好吗？你看看他现在让你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，不敬母亲，连上万人的集团都不管了。你说你这样做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顾家的未来呢？您不是已经看到高曼丽的真面目吗？为什么不能成全我们在一起？就算高曼丽不行，你也可以找其他的豪门千金，你怎么可以找一个一无所有的平民呢？我不在乎什么身份地位，欣欣她也不在乎，
要不是我隐瞒身份，假扮成普通人，她不可能跟我结婚的。她不是我给你安排相亲的女人？当然不是，您给我找的是王厂长，而她是舒心。当时还以为我是假扮男友的演员，我是为了跟她在一起，所以才隐瞒了自己的身份。原来舒心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还以为她一直以为我是穷人，想尽办法的帮我。一直以来都是我在骗他，害他被高曼丽纠缠，久病复发昏迷，能不能醒来都是未知数。事情竟然是这样子，可你毕竟是我顾氏的继承人啊，你要是觉得你亏欠他的，咱们可以花钱给他请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啊。你总不能天天在这里陪着他吧？你是何等身份，你怎么能？母亲为了企业从小到大您对我不闻不问，但我跟你不一样，欣欣为我孕育的生命，她是我钟爱一生的女人，我要陪着她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？母亲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要照顾我的妻子。欣欣。你是不是傻呀，想重城自杀？我不是要明霄，生命只有一次，就算遇到再困难的事情，你只要坚强的挺过去，事情总会变好的。我只是没有看路。这样啊！我要出国了，这个送他。让风代替我们抵达，没预期说完的那句话，希望有人听过的。欣欣，快点醒过来吧。欣欣，欣欣，好好的女儿被你祸害成这样，怎么还有脸待在这儿？赶紧滚！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。欣欣她现在怀孕了，我要留下来陪着她。什么？怀孕了？你造孽，真是造孽！吴明修，你如果真的对欣欣好，就跟她离婚吧。你们顾家，我们欣欣高攀不上，也不想攀。妈，我错了，你别让我离开他。医生说，欣欣现在怀孕了，不能做手术。怎么会这样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，给欣欣治疗的。你起来吧。哎呀，欣欣，病怎么这么苦呢？高中的时候就被欺负到跳楼，现在又……妈，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在欣欣隔壁，当时我就认识她了，她一向开朗善良，我相信她绝对不会是随便跳楼的人，这件事情一定有什么隐情。之前你们就认识了，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呢？我当时以为她不记得了，后来知道了她的遭遇，我就没敢提。好，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您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，我会让那伤害他的人付出代价。出去以后别再犯事了。辛苦了。喂，你竟然因为诽谤就进了局子，并且和我们解除了婚约，我高家因为你成为了整个圈子的笑话。妈，不是你让我踩死苏西那贱人吗？那是因为你太蠢，手脚不够干净。这次我可以保你出来，但是没有第二次。好好的反思自己。妈，苏西这个贱人，为什么你明明失忆了，还要一直纠缠明秀？别不开心了，难过的事情总会过去的。你看这个创可贴，可爱吧？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
舒心这个贱人，竟然敢勾引明修！微微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滚出这个学校！好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舒心，只能回你一次，就能回你第二次。微微，我命令你给我杀了舒心。什么？曼丽，我不行了，我不敢杀人。你们魏家快被顾明修搞破产了，如果你帮我，我就让你们起死回生；但如果你不帮我杀了舒心，我就让你们家破人亡，一家人死无全尸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贱人，注定斗不过。舒心，你可别怪我，要怪就怪高曼丽吧。谁让你不自量力，要和他抢男人？你死了以后，我会给你烧纸钱的。住手！你是什么人？高美薇，只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说，是不是高曼丽让你来的？不是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等我送你去橘子，就真相大了。站住！谢谢。医生！谢谢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好了，都过去了，只要你没事就行。你受伤了，医生，他的伤严重吗？不严重，好像休养几天就没事了。要注意伤口不能沾水。顾总这段时间要想要洗澡，最好让家属帮忙。家属？我会的，谢谢医生提醒。欣欣，你真的要帮我洗澡吗？我昏迷的这段时间不也是你在帮我擦身体吗？咱俩扯平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一直都有意识的，我能听见外面的声音。只是醒不过来而已，没有想到我要当妈妈了。欣欣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我会对你跟宝宝负责的。不要，骗了我那么多次，我不相信你。宝宝，你就再相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那我要考察考察，如果你这一次再骗我，我就带着宝宝离开。让你再也找不到你。我顾明修发誓，我会用一生去守护舒心，绝对不会骗舒心。如果我违背誓言，我就天打雷劈。你不要乱说。我没有乱说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会让伤害你的那些人。刚刚是不是微微想要杀我，你制止他的时候他误伤你了？我已经报警了，他会受到惩罚的。明修，我这次昏迷恢复了记忆，我觉得微微应该不是幕后的真凶，他只是被人推出来当枪使了。他背后的听命之人应该是高曼丽。欣欣，当年你坠楼是不是高曼丽做的？那天晚上我发现高曼丽在指使微微散播我的假照片，我想去阻止。把这些照片从天台上撒下去。知道。
唐曼丽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因为你下贱，不配跟我在一个学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照片撒出去！不要！不要！啊！大难不死，但是我失忆了。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，竟然污蔑我是自杀的。他们竟敢伤害你，你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那你看清楚是谁推的你？没有，当时太乱了，我也记不清到底是魏巍还是高曼丽了。不管是谁推的，总是跟高曼丽脱不了干系。他高曼丽不是很骄傲自己的身世，那我就让你试去。他对引以为傲的东西。顾总，监狱里面那群人天天打我，再这样下去我会没命的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求求你了，救我出去吧。带你走，你个 EPS 行星的创造诋毁他名誉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里。我是被逼的，都是高曼丽逼我做的，如果我不帮他做照片，他就让我们魏家破产了。你得罪我，我是被骗了。是高曼丽说舒心只是个平民，说你跟他只是玩玩，所以我才怎么没有背景就要被你羞辱？说为什么要杀欣欣？是不是高曼丽指使你的？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我是说了，我们一家人都会没命的，我不能说。薇薇，我在最后给你一次忏悔，你要是不说实话，这后果。我只是杀人未遂，判几年我就会被放出来的。你不能杀我，是我做的，不关高曼丽的事，是我做的，不关高曼丽的事，我不关你的事。你回来，是我做的，是我做的，你是我做的，你是我做的。这个明修去见魏巍了，那他有没有说对我不利的话？暂时没有。舒心摔下去了，他不会死了吧？舒心是自己摔下去的，和我没有关系。你要是敢乱说，我要了你的命。他守得了第一次，守不了第二次。把他给我。放我！高小姐说了，什么？不可能！她说了，谁要给她保守秘密，谁就会救我出去。只有死人才会生好命。哎呀！顾总，魏巍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被淹死的。牢里有没有食堂？怎么会被淹死的？说是上厕所的时候摔了一跤，头栽进了马桶里，被粪水淹。看来是高曼丽动手，他还真是丧尽天良，连自己狗腿子都放。你动作快一点。我给你一周时间，我要看到高家破产。还有，找人盯紧高曼丽的动向，我怕她伤害到欣欣。是。喂，明星，快回来！你妈来家里了，和我妈吵起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走走走走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是舒心的婆婆，你这么拦着不合适吧？我有事跟舒心说说。你一肚子坏水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又想对我们欣欣使什么坏？她才刚醒，不能受刺激。
只要我在这儿，你就休想见心机。我好好跟你说话，你怎么跟个泼妇似的？苏然呢？难不成让我跪下给你请安吗？就算你是天州的首富，也别想让我给你避仇。好了妈，别吵了。季总，坐下说吧。季总，如果你这次过来是想劝我和明修分开的话，那就请离开吧，我是不会离开明修的。看在你已经怀了明修孩子的份上，我同意你进顾家的门，但是你必须签署一份婚前协议书，记得我们顾家的钱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什么意思呀？谁稀罕你的破钱呀？我就不该让你进门，你现在滚。淑心，你不是说你跟明修在一起不是为了钱吗？那为什么不敢签这份协议书呢？是心虚吗？当然不是，这份协议我会签。季总，我希望你能弄清楚，我和明修在一起纯粹是因为我爱他，希望你不要再搞这种无聊的试探。不能签！你怎么又逼迫欣欣来和我离婚？我已经认定欣欣，我希望你不要再。你怎么跟我扯外拐呢？你看清楚了，那是婚前协议书，只要他签了这份婚前协议书，我就让他进门。淑心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可要把握好了。我不同意，我和欣欣不分彼此，我的就是他的，根本不需要这个协议书。明修，不错，很有尊严，算你还有点担当。哎呀，我就说刚才为什么拦着不让我进来呢？原来你们是在拖延时间，等明修来当宪兵呢。别以为明修来了，这份协议书就不用签了。既然你不是为了我们家的钱，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。你怎么狗眼看人低呢？你真以为我们欣欣非顾明修不嫁吗？妈，您别生气了。季总，我跟明修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为了钱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看。明修，协议给我吧。明修，你一定要用这种羞辱的方式对待我的妻子。明修，我们既然已经在一起了，这份婚前协议我就不会在乎。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，我也想为你努力一下。季总他不相信我，所以我就想证明自己，证明你没有爱错人。季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季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给欣欣十亿现金做彩礼，还有环宇集团的股份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为人父母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呢？我也不是一个狠心的母亲。嗯，这个呢，是我对他们小两口的考验。我看到了你对明修的坚持，看到了明修对你的维护。现在呢，你也怀了明修的血脉。我希望你们两个互相珍惜彼此，好好在一起。我会的。叶建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错怪你了。没事儿，之前也是我不对。既然孩子们呢，现在已经把结婚证领了，这婚礼是不是也该办了？要不然外界还不知道我顾家的儿媳妇是谁呢。你说呢？是是是，是该办了。淑心，走，妈带你去啊，办新婚行头。妈给你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妈，您这礼物这么贵重，也太破费了。没事儿，只要你喜欢就好了。亲家母，你太客气了。都是一家人应该的嘛。就是之前我被高曼丽给骗了，让欣欣受了不少的委屈。哎，妈，之前那都是误会，您别放在心上。以后我和明修会好好孝顺您和我妈的。好好好。顾明修，你竟敢抛弃我，我就见人在。高曼丽。你还有脸啊？我为什么不能来明修？我才是你的妻子。闭嘴！欣欣才是我的妻子。我们马上要举办婚礼，你不要在这胡言乱语。来人，赶紧去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，季阿姨，你不是说要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的吗？以前是我识人不清，被你给骗了。我们家不怀疑，给我滚出去！季阿姨，滚出去！还不走？是我给你高家的教训不够。原来我高是被所有合作商解雇，光是你干。肯定是个贱人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自作孽不可活，带走！放开我，小心，我杀了你！
女婿，这女人这么疯癫，她可比狗急跳墙报复我们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不仅不会让她伤到欣欣，还会让她把当年的那些事。干什么？这是我高家的房子，给我滚开！高家已经破产了，你们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清点拍卖。什么？破产？不可能！妈，我们没有破产，我还是高家大小姐，对不对？高曼丽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废物，连个男人都留不住？要是你能嫁给顾明修，我们家怎么会破产？对，那个贱人怎么配嫁给明修？来当首富夫人的是我。顾总，高曼丽那边正在频繁联系一些游轮里的社会不良人，估计是想动手了。高曼丽那边，你给我盯紧。还有，在夫人身边再多安排一些保镖。是。哦，对了，顾总，您让设计部研发的定位器已经做好了。欣欣，妈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一想到你明天就要出嫁了，睡不着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啊，我宝贝女儿都要当妈妈了。你爸爸知道你找到了真爱啊，他一定特别的开心。嗯，我哭了呀。没事，妈就是高兴，嫁人了，就是大人了。你一定要照顾好明修，尽好做妻子的本分。会的。记住，结婚前不能和他见面，不吉利。知道了。一定要幸福啊！嗯。走，早点睡啊。明秀，我有点饿了，但是妈妈刚刚不让我们去，我有点渴。老婆，开窗！老婆，开窗！你，老婆，你说你饿了，但是我们又不能见面，就只好这样了。那我想你了怎么办？这是你上次让我研发的，我已经泡好了。好可爱啊！这个表面上是个玩偶，只要打开开关就可以共享我们的实时位置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录音跟通话的功能。老婆，你真的要去吗？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这是唯一的办法，能让他吐出当年的真相了。这不仅仅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所有被他被害的女孩。那好吧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我走了。你也来了，快，金娘子来了。明秀，我来嫁你了。金娘子不是叫舒心吗？怎么高曼丽会穿着婚纱出现在这里？难道顾家不离身？高家都破产了，他怎么配得上顾总？我看他就是不死心，一直纠缠着顾总。老公，您时快到了，我们快去办婚礼吧。走。我的妻子只有舒心意，欣欣呢？你把他送走了。明修，我知道你的心里一直只有我。舒心那个贱人是你故意用来气我的，对不对？高文丽，你怎么到现在还贼心不死呢？你把欣欣藏哪了？赶紧给我送回来，要不然我就打电话报警。妈，你别这样，你不是一直希望我嫁给明修吗？现在呀，我真成了明修的新娘，你怎么不高兴呀？之前是我被你骗了，我现在才看清楚你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我顾家的儿媳妇儿。你要是再这么纠缠下去，我就让你整个高家废你陪葬。哈哈，
只要我嫁给顾明修，我高家自然能东山再起。顾明修，你要是不娶我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石心了。你想让他活命啊，就得听我的。明修，你注定是我的男人。石心那个贱人根本就不适合你，只有我才配站在你身边。走吧。别动，绝对不动。石心那个贱人还怀着你的种，你真的不管他死活？只要我按下这个，石心马上一尸两命，死无全尸。高曼丽，你别冲动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好啊，只要顾明修肯娶我，我就放了这个贱人呀。曼丽啊，阿姨呢一直都特别的喜欢你，可千万不能犯傻。妈，这个高曼丽不至于长那么喜欢。上高中的时候，只要有女朋友，都被他搞得死疯了。陈心坠楼也是他犯的。他要去伤瑞瑞，他已经疯了。这又怎么样？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啊。爱根本不是，爱是顾家的天机。够了，不用再拖延时间，没用的。是啊，这场闹剧也该。你连舒心的死活都不顾了，看来你根本没有那么爱他呀。行，现在就按下按，让他一失礼，死无全尸。哈哈，全都给我死！全都跟我一起下地狱！高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失望了。我还活得好好的。高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失望了。我还活得好好的呢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会没事？为什么不可能？我就是故意的。贱人，你斗不过我的，我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最心爱的男人娶我为妻。高中时候你让微微霸凌我是因为顾明修，没错，谁让你勾引我未婚夫，你该死。当年从天台上推我下去的人是不是你？是又怎么样？你有证据吗？这些年只要和顾明修接触过的女孩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是不是都是你下的毒手？没错，都是我做的。不过最惨的还是你，我要亲手把你从天堂推到地狱，再让你眼睁睁看着你心爱的男人娶我为妻，而你就只能在这活活饿死，无人收尸。不过你也别死得太快，我还要给你直播我的婚礼现场。等我。你看啊，你的话已经被我全部录音了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就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输。我不可能输。发什么疯啊？麻烦你了。放开我！你不要这么杀人！谢谢，终于娶到你了。初心小姐，在我们初次相遇时，我就在心里认定你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无比确信，你就是我唯一。我的人生因你而美，我想每天醒来，一眼看到的就是你。我想每天都能牵着你的手，我想我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有你。谢谢。我爱你，你愿意真正的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我感谢命运的洪流，让你我相遇，成为夫妻。老公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